难道你们 YouTube 上面那个赞，就是为了等主播上头的时候按的吗？但是，我愿意牺牲昨天的自己，成全今天 RB 的观众。等一下一出 W 头，无情开盒，好不好？不啰嗦的那种哦，我直接就合下去。跟我已经多久没看到 P 虫了？工程师、橘子、刘董事长，我已经多久没看到 P 虫了？昨天几只啊？昨天就12只，昨天光我自己就12只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看到第13只 P 虫哦。OK， 3、2、1 ，P 虫。雷尼亚全服送礼，老板再来一单。哦 ，nice， 甜菜。无情披虫，谢谢个。兔子那边需要两个圈圈，不用，好不好？不用。感谢飞翔的奶油加入25个月的会员。Oh nice！ 但是大声的告诉我，是不是 P 虫？我相信是 P 虫，而且是贝拉。谢谢。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个有点饿。我们这个哦有了，来，拜托，幸福的红萝卜，让我感受到你的幸福好吗？让我感受到幸福，不要低虫，然后呢，也不要迷你死亡。3、2、1，贝拉。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被踩过去了？来自9月20号的里欧，是不是狠狠的把9月19号的里欧踩过去了？我蒙兽真的可以证明很欧，看一下。老板一直说他的猛兽，山中小夜光啊！但是在这边呢，先感谢聊天室的所有观众，好不好？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直播，好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是闪炫带旗台的环节。首先呢，我要先感谢聊天室。Barbecue 啊！又是红萝卜，老板，剩下这一些宠物就麻烦你自己分解了。因为呢，接下来我们这个按下去之后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我就打算直接高歌离席了，好吗？现在有三只 P 了，现在三只 P， 两只兔子，一只托特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 OK 按下去，贝拉即将出现，谢谢。不说废话，谁啦？3、2、1，谢谢。迷你死亡不是？怎么又是波斯猫啊？哇，这几箱狂出 W 虫哎！贝拉，3、2、1，老板，游戏结束。哈哈 ，BQ 啊！好、哦，韭菜，红萝卜，哇，哎，这个 W 虫也太多只了吧！贝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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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戏结束了吧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这么难啊？怎么最后一只可以这么难啊？再一只 W，Nice， 韭菜来了，来了，即将出什么 ？Barbecue， 贝拉，好不好？即将出贝拉，3、2、1，拜托工程师，拜托工程师，贝拉。难道我的本名叫做蒙奇迪里欧？不会吧，空包！你只喝三罐解毒剂，当然出三只，有道理耶！再一瓶，再两瓶，再三瓶好了，好吧，来，3、2、1，贝拉披虫，谢谢，谢谢工程师，谢谢你。该死的烤肉三兄弟 ，BBQ 也来过，烤肉串也来过，现在连烤肉牌都来。会不会这其实是工程师的一个计划？就是他故意给你两只，
他给你两只之后呢，一般人一定会想要凑出第三只，然后呢，就这一下，谢谢各位。请问主播第一宠还缺哪一只？300秒后再回答你。三排之内必出 W。P 宠，退。Nice， 幸福红萝卜，再给我一只 W， 我把它变贝拉。重点是，拜托你，那个圈圈已经很多了，不要再更多了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三、二、一，谢谢公司 mini 手。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小星星为什么可以这么好抽？为什么小星星可以好抽成这副德性？为什么波斯猫可以好抽成这副德性？为什么雪姬的？肯定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再抽个两箱，可早知道我就不多抽两箱了，一只贝拉。拜托，谢谢你。Oh, nice， 献祭一下是不是？来，献祭白色兔子，但是来，我戴耳机，我听口哨声，好不好？但我不看是哪一只。三、二、一 ，Let's go！ 有口哨，有口哨，有口哨声，但是我听到口哨声。Nice， 是 P 没错吧？因为我听到口哨声，但我还没看荧幕，我不知道是哪一只。来，我看的人是你们，告诉我是哪一只？好扯，贝拉，工程师说好了，再两只，再一只 W 宠，好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嘎，没有口哨声，嘎。靠背啊，什么是钥匙啊？连 S 宠的机会都没了。不，哦 ，nice， 台主的灵魂好像不见了，被抽空了，我的灵魂已经被抽空了。哦，难道我们最后要用两个韭菜结束今天的 P 宠环节吗？答案是先听好不好？先听到口哨声。再看是哪一只 ，OK， 最后的机会了，工程师，拜托你，口哨声，再一个 W 就好。好，我们只要再抽到一只就结束了，因为剩下最后一颗水晶了，先抽出一只 W，Nice，W 加 S， 最后了，这真的是最后了，因为没有水晶了，所以就算后面要抽到 W 虫，也没有水晶可以合成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口哨，口哨。